妆品业者响应今天世界海洋日的到来，举办了欢庆派对，希望能够号召更多人来加入海洋保育的行列。现场除了邀请到专业的舞者，穿着水手服装表现精彩的舞蹈之外，还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艺人任贤齐担任世界海洋日的大使，期望能在地球暖化问题越来越严重、海洋生态不断被破坏之际，尽一点绵薄之力。